杀不满20个，请举报我，小戴呀！哎呦，我的小戴，这个阵容就应该选一个那个石头人或者是王吧。哎，哎，晕走了，不知道他学的什么啊？他没教技能，那我估计他学的是，呀，他学的是 Q。E A 晕 A 走，好升了，你也升了，跳上来锤锤，你升的也挺快呀，我这一看呢，他二级学的减速，到这个位置直接跳，来晕。跳 A 点炎，好闪！我重锤！谢谢搬砖的崽儿的电音小子。看看能不能打他一个疾跑啊！他现在没有 E，不用害怕他啊。好，他有 E 了，不过这个小子没啥杀心，我们走了，没杀心是对的。嗯，你别送啊，兄弟，你别送。哎呀！先来个这个，不行，速度快是没用的，你不够持久，你得有续航。我们出那个攻速没啥太大用。我不对劲，是你们不对劲。重锤开 E，跳上来，哎呀，不跳，我们走。他要干什么？我不太清楚。但是我的车要没了，重锤跳，锤，让他拽，锤。他疾跑交了。E 也没了，看他怎么玩。还有谁？这个刀你补不补？跳上来锤，开 E 晕，往前走锤，换重锤，他没有闪现。这把就应该玩个王八的，严阵以待。这王八没玩上，可恶！谁知道他们家这么选呢？玩个王八，现在我都在高地了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我跳走呀！没关系，他追不上我们。你不打呀？锤，重锤，先跳走，别着急。我们有小饼干。啊！哎呦我操啊！耀光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原来是这个样子。
我这么夸一下给我打死了，我说这一个 W 伤害太高了吧，一看不对劲，人家买耀光了，这我没注意。哎，这耀光太便宜了，这这耀光伤害确实我没算到啊，我的问题。一开起来锤晕，锤重锤，锤锤重锤，把他们也换上。你们是因为看到了我的死亡，你才会觉得哎这波有问题。但如果我要是没死，我把他杀了，这波你就不觉得会有问题。然后其实这波是没有问题的，只不过他有个耀光，我们没太看见。先插个针眼，哪来的猴？晕锤重锤呀！别着急上啊，闪现把他杀了。要不然落手拉我们，我们杀不掉这猴。我寻直接把这猴杀了以后，我们直接跳眼儿，不是跳眼啊，跳小兵。没想到这猴有闪现，锤重锤开翼，重锤点燃，锤锤重锤跳上锤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干哈呢？你不知道我有跳斩吗？那猴的红要刷了。对，你把那猴红刷了。玩个猴也就算了，还赶上我，关键是把他们也换上。这新版猴加强打野了，我感觉我可能得去打野去了。把布甲还出了，买个针眼儿，我们方便跳眼儿。喝口汤，但其实我挺不喜欢打野的，你知道吧，打野太累了，又得刷野又得赶客，完事又得拿资源，一整场游戏打野是动的最多的那个人。跳下来重锤开翼，晕锤重锤，我有破败了。还得背锅，然后你还得比对面打野玩的好，你还得赶客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拆了得了。让他瞪啊，重锤跳上来开大招，锤重锤晕，跑得好快啊。看看这猴几级啊，六级的猴呀。金克斯，不知道金克斯有没有闪现啊，他可能会过来。我先跳一手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能打得过我吧？跳来晕
锤，重锤，晕住猴，别猴，猴自己人，自己人，猴别追了，猴，哎呀这猴，没蓝了，关键是我要能刚才升一级还行。丁克斯刚才死了，死死了吧，嗯，死了。搁哪有 Q 的蓝呢，扯淡，还有是我 Q 亮着的，你这瞪俩眼珠在这瞎说。要没有回放这个功能啊，我就得让你冤死，我跟你说。你自己看它亮没亮啊。我杀完这金克斯31点蓝，你跟我说那 Q 亮着，你跟我说怎么亮的，你跟我说一说怎么亮的，你自己在哪看着的，那一共40来点蓝，你怎么看着的就是亮了的啊。我看看谁说亮的，我得给他找着亮的。你看就那个叫莫文七的那个，别吹你抠亮的，这表着看到没，给我道歉，给我道歉。没想到腿走，看他敢不敢拉我们啊。呀这蓝枪打红打得有点快啊。这波能杀啊，锤重锤开大招开 E 跳上来晕178，我把它拆了吧，硬顶着拆了得了。这猴怎么回事呀，这老猴重锤锤跳上来重锤开一锤锤晕重锤锤死了。哎呀呀，小黄毛把他杀了，漂亮小黄毛，哎呦我彗星小黄毛可以啊。我想闪现躲他 Q 来着，刚才应该，我应该闪现躲 Q， 我应该敢操作一点，我没敢操作，刚才说实话。闪现躲 Q， 刚才这波双杀，躲了一个 Q，Q 上去，然后把机器人先杀了，杀完以后落手没有技能，我们把落手的杀了。没敢操作，下面再操作吧。有的时候我老在里边想了那个操作，但是我没太敢做。把他们也换上，给我杀了这个机器人。
给我杀了这个金克斯，走位，锤重锤，这波本来脆波扣的，一打五费劲点啊，一打五得有个卸手，能一打五。我必须得杀掉这个机器人，杀个十五个吧。哎，我给你打个火箭，我今天还没收到过火箭呢。机器人还敢出来，我是没想到的。没收到过火箭呢。只能是这种游戏之中的人给我们送点火箭了，没办法。来，我们结个账。